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安杰和静初。显而易见，今天的视频没有安杰，因为今天是静初的跑题视频。上个礼拜我去了深圳，我们住的酒店正好有一家健身房，所以我就简单的记录一下这个健身的过程，欺骗一下自己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我 follow 的第一个健身博主是 Boho Beautiful， 他的难度会比较高。第二个健身博主呢是周六野 Zoe， 我基本上是在网上找他们两个的视频做锻炼的。